这段路蛮特别的，哇，赞哦，啊，我们走另外一边。Jackie， 厉害哦！啊，哦，手脚并用，赞哦！哦，反而比较好上。嗯，对啊。我看这段路可以称为是这边的特色。你们先上去，哦，休息一下。好。你要走旁边吗？当然走旁边啊！刚刚不是？对啊，走旁边。我们不是实验的结果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旁边比较好走。嗯。零件，零件，我没有零件、啊。你没有零件好，那应该不是你。那挡泥板跟那个下面的。哇，这个真的是高哦。非常的有趣。你这样讲他怎么不会了。来，你们先走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对，这里很滑。